咁多位 Facebook 嘅朋友啦，可能系我哋嘅同学仔、同家长、同埋老师啦。咁大家好，我系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咁啊，再一次咧，多谢大家上到嚟我哋嘅 Facebook Live 啦，去讲一下一啲 DSE 嘅准备一啲技巧。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讲翻英文科嘅。咁啊，我自己咧就唔系教英文啦，咁所以就唔系我讲啦。咁我哋邀请咗几位嘉宾咧，分别系嚟自我左手边啦，嚟自伊利莎白中学嘅大玉伦老师 Michael， 我的右手边英皇教育英文科老师 Alan Chan， 同埋呢个2019年的一个应考的同学，咁佢英文科是攞五星星嘅，咁啊而家系读紧香港中文大学医科的招同学 Marcus， 咁啊希望在不同角度，学校老师啦、补习老师啦，同埋一啲同学仔应考过的同学仔的一啲即經驗咧，可以全方位幫到大家喺英文科上邊做準備。咁啊，我就唔講咁多先。咁啊，我哋今日咧就分兩個部分嘅。咁第一個部分咧就各自有啲問題問翻三位唔同嘅嘉賓啦。咁第二個部分就去到大家都可以參與嘅。咁啊，大家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去將你嘅問題留低。咁我見到已經有同學咧好好啦，開始問。唔緊要嘅，問多啲。咁我哋咧冇時限嘅，雖然個時間咧一個鐘頭，咁但係我哋都可以延長嘅。咁希望可以即係呢個鐘頭裡面幫到大家喺 DSE。嘅應考上邊咧，就多啲一啲技巧上嘅幫助，心態上咧都會調整一下，可以即係有啲穩妥啲嘅一啲即係經驗啦。咁我先問翻我左手邊大 Sir 先，咁我先講 paper one reading， 咁啊究竟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地方啦，會考啲咩啦，同學常犯錯誤啦，可以分享一下嘅。系，我希望盡量簡潔啦。咁如果我太累，講得太累嘴，職業病嚟。我哋有工作人員會圈嚟嘅。咁或者我哋睇睇啦。我都預備咗有幾張嘅 PowerPoint slide 嘅。咁其實喺好多好多年咧，裡面即係 reading 啦。咁當然佢嗰個文章嘅文章嘅類型咧，其實佢都個變化好大嘅。咁所以變咗佢問嘅問題咧嘅種類都可以係即係好唔同嘅。咁但係咧，其實有幾類嘅問題咧，都會係喺特別係近年嘅即係 reading 嘅 paper 裡面咧，都會出現嘅。咁我想即係提一提啦。咁提一提啲中六同學啦，或者如果你唔係中六嘅，中四、中五嘅，咁都可以即係參考一下。咁可以睇睇第一張 slide 啦。咁其实最基本的最容易答到的就是去找出一些即事实，就是找回那个内容。基本上都可以即直接是由那个 passage 那里就即抄下来的。譬如说我为方便起见，我就用了2018年 的 paper 来做个例子。paper 1A 呢，在第二条的题目里面question 2呢，其实呢就去问了呢，就是说他有哪一喺边一个 at 啦，咁因为你见到咧就喺第一个 slide 里面咧，咁就有佢俾咗三个广告嘅，咁系三个广告咧就系三个唔同嘅即系音乐方面嘅导师啦，咁佢系作为一个即系招学生嘅方法，咁佢可以睇睇第二张 slide 啦，咁 question two 咧，咁佢就问啦，咁喺边一张 slide 里面咧就讲到系会有譬如第一個第一條題目就問個 monthly fees 有邊一個有提到啦，第二個咧就話有邊個係提咗個老師嘅 personality 啦，咁第三個咧就話個老師會係即係去上門去做嘅，咁呢幾個問題咧其實都好直接嘅，咁喺個喺嗰個 passage 上面好容易就揾得翻噶啦，咁係啦，咁跟住咧就第二條啦，咁第二個。類型咧就會比較難做噶啦，咁因為inferencing 啦，咁就其實咧就建基於嗰個文章嘅內容，咁咧佢唔會直接俾個答案你嘅，咁佢係需要咧你有少少嘅即係推敲啊等等，咁呢一類嘅問題咧就可以由比較淺啲嘅，譬如話我 call 咗咧就係第三條 1A 都係 paper 1A， 第三條咧其實都相對係容易嘅，咁但係佢亦都可以去到後面咧 B1 啊或者 B2 嗰啲題目咧都可以係 inferencing 嘅題目，咁嗰啲可以係即係相當難嘅，咁呢個咧就比較易啦，咁我攞咗個例子咧就係、是，咁佢問咧就話如果佢俾咗個quotation 啦，咁俾咗句説話，咁你覺得係個第一個 at 啦，因為第二個 at 啦，因為第三個 at 嘅，咁你睇睇就譬如話第一條啦。Have the most teaching experience。咁佢其實原本個 ad 裏面咧就話 have been teaching piano for over 25 years。咁呢個其實都好直接，就已經係好容易就攞到呢個答案啦。咁因為呢個係 1A 嘅
嘅 paper， 咁所以咧其實相對地咧都係比較容易嘅。咁第二條咧亦都係啊 ，teach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al instruments， 咁啊即係咁佢係 does not match any 嘅。咁因為呢年嘅題目咧係佢有幾個嘅 option 俾你嘅，咁可以係即係所有都唔啱，都即係都唔啱都可以即係有一個咁嘅選擇嘅。咁因為嗰三個導師咧就教唔同嘅。都是各自教一類型的音的樂器嘅啫。咁好啦，咁啊跟住最後啦，第三條咧就 I don't teach beginners。咁佢亦都好直接咧，就係你好容易攞到咧，就話 I teach lessons for learners at intermediate level or higher。咁只要你識得 intermediate level 呢個字，所以點解咧就已經可以即係解得通，可以攞到個答案嘅啦。咁好快亦都可以睇到第三類第三個PowerPoint。咁要揾翻出即係個 cause and effect 啦，即係個個原因啦，同埋佢所帶出嚟嗰個嘅後果啊咁樣。咁呢一類題目咧，亦都可以係比較深嘅。咁譬如話喺我就 quote 咗係第34條啦。咁佢就問 ：Why does the writer suggest calling an ambulance if someone has a severe reaction to an insect sting？ 咁佢咧就問點解係要叫救傷車啦，咁如果係即係俾蜜蜂去針到咁樣，咁佢呢度咧，其實咧佢就喺你見到係喺三個 paragraph 上面啦，十三段啦、十四段啦、十五段，咁佢呢一個問題咧，其實就喺第十五段，咁但係你要揾翻嗰個答案咧，其實就都係喺附近嚟嘅，咁但係就要推敲翻就去翻第十三段之前所提啦，咁就係話咧佢俾出嚟個答案咧就係有 shock 啦，或者有個 medical condition 啦，或者有要allergic reaction 啦等等嘅，係啦，咁咁呢度可以留意翻咧就係佢好多時啲同學咧，如果係答一個即係短問題嘅話咧，咁佢可能係個 can 啊同 will 咧，喺個文法上面咧，可能嗰啲同學未必話覺得個差別好大，但喺呢一類型嘅題目咧就好緊要啦，因為 will 同 can 咧係係可以完全同解法嘅，咁因為如果佢如果係 will 咧。就係、是、好肯定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因為佢呢度咧就話can cause death， 或者係即係未會或者係有個 potential for allergic reaction， 咁呢個咧就係唔係一定會出現嘅，唔係即係 absolute certainty 嘅。咁所以咧答嘅時候咧就一定要用翻未啦，或者 can 咧就唔可以用 will 係啦。咁咁亦都咧呢度咧係個 Marcus report 咧，我亦都想帶翻出嚟咧，就係喺個 Marcus report 裏面咧，實提到咧就話唔可以 over copy from the text。咁如果你答嘅時候係答埋嗰個cause of injury 咧，咁其實咧佢呢度咧就唔會俾分你嘅。即使你抄，即使你寫啱咗嗰個 shock 啦、allergic reaction 啦等等咧，其實佢都唔會俾分你。咁呢個咧就要小心啦，即係考試嘅同學要注意。咁睇睇第跟住落嚟嗰張嘅 PowerPoint slide。咁咧就係要分清楚係 facts 啦同埋 opinions。咁呢類型嘅題目咧係真係差唔多年年都考嘅。咁就係要分清楚係事實啦，抑或係嘅意見。咁有陣時個題目咧係會問你到底係嗰個事實係乜嘢啦，或者問你嗰個作者嗰個意見係乜嘢。咁就一定要即係分清楚啦。因為呢套第四十八條咧，佢就問 What is the moral of the story？ 咁佢呢個如果係因為呢個問題咧，比較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你如果唔清楚成個文章到底係講乜嘢咧，其實係好難會即係捕捉到其實嗰個正確答案係乜嘢嘅。因為佢前面咧都講到咧就話喺呢一個文章裏面咧係講到就話咧如果嗰啲蜜蜂冇曬，咁佢咧就要用人手去做嗰、那個即係播粉啦，係啦，咁。跟住咧就話原來人手播粉咧嗰個效率咧仲高過即係天然嘅蜜蜂嘅咁樣。咁如果係唔睇到尾係啦，去理解到其實佢講到尾咧就係話就算我哋喺以經濟嘅角度嚟講，冇咗真正嘅蜜蜂，我哋用人手仲有效率咧，其實即係其實咧就好容易咧就會誤會咗咧，就係話我哋唔需要保護啲蜜蜂咯。咁但係佢最尾咧，其實個 moral 咧根本咧就係話就算係經濟上我哋係冇咁有效率都好，咁但係其實咧保護個環境啦，保護個生命係另一回事嚟嘅。咁跟住咧喺下一個 PowerPoint slide 咧，咁亦都係咧每年咧都有出現嘅題目咧，就會問翻啲 figurative language。咁好多時都會問 metaphor 啦，嚇問翻嘅嗰個一個隱喻啦，或者一個名喻嘅。咁喺第六十八條咧就問咗啊，佢用啲乜嘢嘅字眼咧係形容過啲蜜蜂？咁佢呢度咧都
講咗就係有幾個嘅，有 atoms 啦，有 flying attackers 啦 ，sharks 啦咁樣。咁雖然 sharks 咧佢呢度咧係有 like 呢個字係一個 simile 嚟嘅，咁但係佢都係會即係接受呢一個答案嘅。咁所以咧其實問到係譬如關於係 metaphor 咁樣，咁就算你唔係 exactly 答咗個 metaphor， 你答咗個 simile 咧，咁佢喺2018年咧佢都會俾分你。咁另外想再提多有幾點嘅同學想注意一下咧，就係頭先都提過咧，就唔好即係overcopy 啦，因為你答多咗咧，反而可能係會錯嘅。咁我 quote 咗第54条，咁呢度咧就問logic of the marker， 咁其實都係同頭先嗰個嗰一段嘅文章嗰附近嗰度出嚟嘅。咁佢呢度咧就講到咧就話唔好用即係用錢啦，或者係用嗰個經濟嘅效益嚟衡量，即係到底啲蜜蜂到底有冇一個保護嘅價值。咁呢個喺嗰年嘅 DSE 嘅 report 裏面咧，咁就講到咧就話好多嘅同學咧係將嗰個由個文章度直接抄嗰個內容落嚟嘅，咁於是咧就答唔中嗰個內容。咁所以咧其實要大家去答呢啲嘅即係short questions 啊嘅時候咧。大家都需要真係要睇曬成篇文章，攞到一個整體嘅理解咧，咁然後咧答咧，咁就先會即係答得比較好嘅。咁跟住咧就仲有第二，係啦，跟住咧係啦，就要睇題咧就係、是。喺嗰個文法上嘅準確咧，大家都我諗都知道啦，即係做咗 past paper 咧，就可能都即係做咗由2012年開始，即係做咗咁多年啦，咁都知道即係如果 fill in the blanks 嘅題目咧，嗰、那個grammatical accuracy 係好緊要嘅，因為你可能佢個題目個文章裡面俾咗 adjective 你，咁你要俾翻個 noun form 先能夠 fit 到落去嗰個 blank space 嗰度，咁但係其實原來一啲短問題咧，大家都需要注意嘅就係、是、咧，如果譬如話喺第九條 1A， 咁佢個問題咧係問 it 嘅時候咧，如果你答咗係一個 plural form 嘅，譬如話 tasks 咁樣，咁佢咧就會唔俾分你咯嚇。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要注意咧，就係唔好淨係睇 fill in the blanks 嘅問題先至注意嗰、那個即係文法。喺睇題目嘅時候咧，大家都要即係要小心嘅。咁最後咧，我想再提一提大家咧，就係睇題目係真係要睇 instruction 睇到小心，因為譬如在第六條的題目都是 1A 的，那它是要用 one word 是啦，是 for each blank， 那如果你抄多過一個字呢，那就會錯的了，那它也都會給分的。好，那啊很詳細的講解啊，那我就先不問住問題先，等大 Sir 唞下氣先，但我給個 tips 大家，就是呢戴住口罩講嘢呢是很辛苦的，那啊所以如果真的呢考 oral 真的照考一下又要戴口罩呢，我建議大家練定先，如果不是呢我自己有經驗啊，即是前排做訪問呢戴口罩講呢，咦發現原來比平時講的時候呢差很多，掛住諗呢就唔記得講，掛住講就唔記得呼吸咁樣，咁所以大家呢戴埋口罩去練下 oral 呢其實可能都可以試一下。咁啊即係講完 paper 1啊，咁我就問下我右手邊啊 Alan Sir， 咁啊關於 paper 2作文，咁啊我自己當年呢作文就覺得最驚嘅，咁而家即係作文係咪即係最難呢，還是係可以操嘅呢，常犯錯誤有啲咩呢，可以一評講解。不如我就用而家仲剩返大概個半月到嘅時間嘅角度去睇點樣考好返呢個作文啦。咁首先講啲通病啦，一般嘅考生呢，無論你係成績好啲定係成績差啲呢，唔知點解咧，最尾嗰一段 conclusion 咧都係寫得麻麻地嘅。咁其實原因有好多個嘅。咁一來最現實就係個體力嘅問題啦，去到最後嗰陣時唔夠氣力啦。但我自己認為咧，就係、是、大家其實冇乜點研究過點樣寫一個有感染力嘅 conclusion。好多時候咧，好多唔同嘅文章咧，啲同學寫個第一段都唔會太差嘅，但去到最尾嗰段咧，好似係好敷衍了事咁嘅感覺嘅嚇。咁所以我自己俾即係唔同 level 嘅同學都係噶啦，一定要好好咁樣令到你嘅 conclusion 係叫做有一個有感染力，或者話人哋睇完之後有嘢墮落袋嘅嚇。咁啊呢樣嘢咧，如果係因為體力所影響嘅話咧，我亦都有時候建議同學，可能你不如一開始嗰陣時喺草稿紙度寫定個初步 conclusion 先嚇，唔好去到最後乏力嗰陣時或者時間不足嗰陣時先寫。咁另外就如果你會有另外唔同嘅方法去寫結論咧，盡量就不要說將上面你所講過所有的 points 在後面精簡地講一次就叫結論，因為別人這樣看其實不會覺得有什麼很 meaningful 的 message 可以墮落袋。
咁另外咧，仲有啲咩香港考生嘅通病咧？就係好多時候啲同學遇到一啲特別嘅問題嘅時候，例如譬如無端要寫個 proposal 啊、report 啊、speech 啊，或者唔同嘅信件嗰陣時咧，佢哋淨係會係第一段同最尾嗰段有嗰隻嘢嘅特色嘅啫。喺中間嗰個內容部分咧，就唔記得咗有嗰樣嘢嘅 style 噶啦。如果你話咁多種問題最嚴重喺邊度見到呢個問題咧，我覺得係 speech 啊。可能佢喺第一段度咧嚇打下招呼啊，好 interactive 喎，最尾又會同人哋 thank you 下，亦都會即係講啲結語啊咁樣。但係中間好似忘記咗同觀眾嘅互動性，佢已經忘記咗對住嗰班係一班聽眾而唔係一班讀者咯嚇。咁呢樣嘢都係要緊要嘅，就係你揀特別 format 嘅同學咧。你就要由頭到尾貫徹始終，一定要係個 style 係要一致，個 tone 都要一致嚇，即係所謂 coherence 啦。咁另外就一般香港學生咧，我諗即係在座幾位都認同噶啦。寫 informal tone 嘅文咧，其實係較為差啲嘅，寫 formal 咧反而好啲嘅嚇。咁呢樣嘢就當然係因為由細到大訓練嗰陣時，或者閱讀啊嗰樣嘢，我哋接觸嘅都係較為 formal 嘅英文啦。但係自己寫嗰陣時咧，要 informal 咧。都是那個通病啦，就是頭尾段有些很 informal 的東西出現啦，但是中間忘記了他寫緊一些口語嚇。咁口語方面咧，我自己特別提一些較為英文 level 高的同學，因為如果你話在作文 part B 有八條，可能你不揀那條是 informal tone 的文，你都可能是表現到自己最好的一面啦。但如果他 part A 出 informal tone， 咁你點算咧嚇？所以如果你 level 高啲嗰啲同學咧，都要研究一下。informal tone 點樣發揮你所長？因為一寫 informal tone 咧，一啲叻嘅同學咧，好難可以發揮到佢自己最叻嘅嘢。啊，用字深嘅嚇，平時佢句型係較為複雜多變嘅，咁呢啲嘢可能喺口語度唔係咁好喎，係有時候。咁所以要研究一下啊。咁另外啦，再講多兩個嚇香港學生嘅通病，跟住俾啲 slide 大家睇下。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大家不是很理會個 readership 啊，即係所謂個讀者究竟是咩嘅羣組。咁之前在咪後咧都同同學傾偈嗰陣時咧，聽到話喺作文要高分，用一啲明確同埋準確嘅例子係好緊要噶嘛。嗱，我舉個例，如果一篇 article 佢係寫俾 school newspaper， 同埋一篇 article 寫俾 local newspaper， 其實個讀者羣未必一樣喎。如果 school newspaper 真係可能係同你差唔多年紀相約㗎啦，咁你可能咧講一啲關於潮流啊、身邊瑣碎事啊、自己生活嘅例子咧，係啱嗰班人睇喎。但 local newspaper 你講呢啲，人哋可能係太細路仔喎，你可能咧要講一啲時事嘅做例子會好啲。但我相信好多同學都唔會理會嗰個觀眾群嘅嚇，人哋叫你 write an article， 咁你又唔理後面係 for 咩場合嚇。咁如果你想攞好高好高 level 咧，你真係要留意翻。嗰、那個觀眾群對你內容上的影響嚇、啊，最後一個通病講完之後，俾啲 slide 大家睇，就係、是、大家唔好有一個作文嘅 elective modules 嘅固有概念嚇、啊。我嘅意思係咩咧？你唔好諗住 social issues 真係會考翻你心目中 social issues 嘅嘢，甚至係 popular culture 咪心目中真係好合潮流嘅嘢咧，都未必嘅嚇、啊。我舉一個例子，咁呢一條題目應該係。大家都在家做過的了，如果你是今屆 DSE 考生，如果不是的話，你可以參考一下，在座的即是嘉賓一定都會接觸過這一題，就是有一屆的 social issues， 他是有一個16歲的年輕人是問你意見，就做不做獸醫，他媽媽就反對了，其實這一題呢，喂，其實可以出在 workplace 的，絕對，因為他是關於他的前途嘛，他可以放在 social issues。或者我再舉多一個例子，在 Sports Communication 去年的題目裡面，就問一個運動的決賽當中，兩間死對頭的學校發生了一宗不快的事件，你可不可以講回件事的始末？喂，那這個是不是可以出去 short story 呢？那我講這些的問題給大家思考些什麼呢？就是你考試那天選題目的時候，不要只是想著，哎，我肯定是這三題的了，跟住另外有五個 modules， 因為你平時唔諗住接觸佢，跟住完全睇都唔睇，可能你温過嘅一啲熱門話題，就喺一啲你冇諗過係會掂佢嘅 modules 嗰度出現嘅嚇。咁、所以 modules 咧，只不過一個平台啦，即係俾人係出題目嘅時候一個位置係可以講到嗰個範疇大概嘅嘢啫。
但每一個範疇可能他哋互相都有啲連結嘅嚇。咁呢樣嘢大家真係要留意嚇。咁好啦，咁啊，不如睇啲 slide 啦，講下咧你即係實戰應試嗰陣時係點先啦。咁首先第一章啦，第一章咧就係、我模擬咗好似2019年作文題目出題嗰陣時嘅一個形態啊嚇。嚟緊嗰啲題目我哋都唔知個實際形態係點啊，但係19年咧同以往最大嘅分別就係、是、所有任務、所有寫作嘅要求係下面用 point form 羅列，而個題目背景是用一開始一個整體的段落去寫出嚟嘅，以前就成個題目都是段落噶嘛。好啦，咁我想講啲乜咧？聽住，大家很多時候就俾第一段嗰個背景同題材蒙蔽咗雙眼，尤其是咧，如果你嗰第一段嗰個題材咧，你覺得係啊自己好熟練啊，好有興趣啊，甚至係温過咧，就中過頭埋去揀呢一題去作嘅。咁但係冷靜啲諗一樣嘢，你作文揀一條咩嘅題目啊？唔係揀你作文過程最暢快嘅題目，而係可以幫你咧有一個籌碼入到大學嘅題目啊嘛，即係較為高分嘅題目啊。你用乜嘢嘅條件去判斷一條題目先可以令你高分嘅咧？係睇 point form 嗰啲嘅要求，而唔係睇上高。嗱，所以咧嗱，我自己認為啊，好少可你無端端考試嗰日，你會遇到一條題目就係上面嘅題材。fit 曬你平時温書嘅嘢，下低全部又係好熟練，好少可。啊，如果真係有，我恭喜你。但如果冇嘅話，你點樣取平衡咧？假設有一題上高嘅題材你好熟練喎，下低嘅題下低嘅任務咧唔係太過自己嘅強項，我寧願唔好揀呢啲題啊。我揀條咧就係、是、下低啲任務啊、format 啊、各樣要求咧，你係會好有信心嘅。那個題目唔係太騎呢。咁嗰個可能你作嗰陣時咧，你要搞盡腦汁，或者話辛苦少少，但係最後得到嘅分數理論上應該會高過一條正係題目啱你作嘅題目嘅。啊，咁呢樣嘢係我第一樣嘢想同大家講嘅。第二樣嘢，大家可以睇下我設計嘅題目下低嗰個第二點。啊，嗱，首先第一點都可以提下嘅 ，write an article， 大家都會留意啊嘛。頭先我提過啦，個 for the school newsletter 咧，你哋唔理嘅唔好啊。留意一下，想象一下你的讀者是哪班人，那你到時的思維向那方面走，例子都會貼切一點。好，最重要看第二點，第三點就沒什麼特別。第二點就是要寫好處，要寫壞處，還有要給意見。反而你要考慮的就是你是不是寫好處呢？你是不是寫壞處呢？你是不是給意見呢？會不會有些半腳石呢？譬如即係在座的老師啦，大 Sir 肯定會清楚一樣嘢 ，workplace 嘅題目咧，好多人表面上會覺得好好作嘅，但係好多時候 workplace 嘅題目咧，喺某一個任務裏面，佢都係要求個考生係要描述個經驗啊嘛。如果個同學可能佢寫記敘唔係叻嘅，但係佢話啊，佢對 workplace 研究好多，衝過去揀，可能嗰度令到你個分數打折扣都唔頂喎。所以你一定要檢視清楚咧，嗰啲任務咧係咪真係啱大家？而今日啦，我就準備咗少少咧，即係你嚟緊温書嘅範圍俾大家嚇。咁大家咧，如果乖嘅，你咪可以抄低啦。咁如果懶啲咧，你可以而家係 cap 考啊，可唔可以 cap 圖啊？呢啲可以嚇 cap 圖啊，可以不斷睇呢個 video， 睇完再睇啊，睇呢個咁精彩嘅 video 啦嚇。咁同埋我應該陣間呢個直播完咗都可能擺幾張 slide 上我自己啲社交平台嘅嚇。咁嗱首先下一張 slide 就係講大家 paper two、paper three 嚟緊一定要讀嘅 format 嚇有邊幾樣嚇格式。OK， 咁啊睇睇個 slide 啦，第二張。咁嗰個 paper two three 必讀 formats 嗰個咧，你見到我羅列咗咧就係六項嘅嚇。咁呢六項咧，你見到我有額外一啲額外名俾你，就等你到時適應嘅啫，得唔得？即係譬如佢叫你寫 article， 佢叫你寫 essay， 或者佢叫你發布一啲文章評論喺網上面，咁我就寫做 blog entry 啦。你到時未必見到 blog entry 呢個字㗎嚇。總之你會 send 數咧就係、是、總之。寫嘢上網啦，一篇文嚟噶啦，咁呢個係唔使點讀噶，其實，喂，你有啲咩特別嘅格式要跟嘅啫，即係作文啫嘛，係咪啊？咁啊慳咗你一個温習嘅即係內容啦。下面嗰五個都係要温嘅。嗱，你唔好話我俾得多你啊，算係咁噶啦。嗱，你要記住成個英文科咧，係會係
有五個平台考核你寫作的能力和格式的，包括 Part A 作文、Part B 作文和 Listening 三大 task。 我給六樣東西你，跟住你是到時有五個平台用得著，其實我覺得怕有風險添啊咁樣。所以呢，大家這六個呢一定要讀到滾瓜爛熟。就算我有些很弱的，那更加要讀，因為你不知道你的 Part A 作文呢它用哪個形式去考你的，你也不知道 listening 哪個特別的問題呢是會到時會遇到，就是這六個而已，你唔該一定溫熟。好，下一張 slide 又講啲必讀的嘢啦。我在這裡插開先，我擔心阿蕭同我阿 Marcus 呢即係坐到凍仔，咁我先問阿 Marcus 呢個叫做，應該我轉頭問翻你嘅。好，冇問題，冇問題。咁啊，有幾個問題咧，原來除咗 Paper Two 之外咧，呢個 Paper Three 都要留意。咁啊，好好嘅一個 tips 啊。咁啊，問翻阿 Marcus 先。咁啊，佢咧就攞五星星嘅。咁啊，頭先咧喺個麥後咧都問咗，其實咧佢就唔係典型嗰啲咧，即係啊英文科好好啊，由細到大淨係講英文啊嗰啲同學嘅。咁啊，佢都係有啲掙扎，可能係英文科由以前冇咁好，慢慢越上越高。咁其實你嗰個讀書温習嗰個計劃係點咧？特別係喺呢時候咧，點樣可以係最後衝到上去攞五星星咧？咁可以分享一下啲 tips。好，唔該曬。咁其實我自己就不嬲都唔係話一個即係英文係好到可以寫到一啲好豐富嘅 vocabulary 啊，或者係有啲詞匯係好深啊，或者係有啲 figurative language 嘅都唔係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就最重要嘅位置就係喺呢，我或者我先 focus 喺呢幾，即係呢段時間啦，嚟緊呢一個月，同學可以點樣去準備？咁其實最重要嘅一樣嘢，我覺得係要 keep 住自己去練習咯，即係要唔可以話停咗喺度，即係就算你係乜嘢水準都好，因為如果你停嘅話，其實譬如你當譬如 reading 你唔練一兩篇，或者譬如你listening writing 你唔自己寫下少少嘢嘅時候。其實很大機會你真的有機會會跌一兩個 grade 都不出奇，因為到你真的考的時候你自己可能會緊張啦，還有也都是你到時會是個 time management 是一定沒有你做練習的時候即是操那麼多次會操得那麼好的。那另外就我自己覺得溫習的話就要都要是keep 住溫，即是不要覺得英文好像一科沒有東西溫樣，即是譬如中文 LS 你都說有泛文key concept 可以溫一下，但是英文有時候可能即很多同學都會覺得喂好像真的沒有東西讀、樣其實有什麼東西讀呢，就例如我自己覺得是可以看一看就是一些不同的listening 不同的 format 即是一些格式這樣都是可以溫的，即譬如究竟哪一些是一定要 title 啊，哪一些譬如可能speech 的開頭怎樣去寫，中間怎樣有沒有什麼句子可以想一下，有即係可以去可以同一啲嘅聽眾去 interact 啊咁樣，咁呢啲位置我覺得其實大家都可以再去留意一下嘅。咁啊，同埋就係、除咗温習嘅計劃之外啦，咁我覺得喺呢個嘅即係而家呢個時候咧，我更加覺得好重要就係、注意自己嘅個人衞生同健康啦、因為同埋作息定時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其實就建議同學係可以嘗試一下即係盡量早少少，即係早啲瞓，早少少起身，即係適應翻嗰個考試嘅嗰個嘅時間表先。因為到時你考英文，其實你會係八點零鐘，或者譬如你 listening 卷可能你係十點鐘係開考嘅時候，咁你如果你朝朝瞓到成九點幾鐘你先起身嘅時候，你個腦根本就未醒啊！我自己覺得，咁所以呢一啲位雖然係可能你覺得好似好無聊、好無謂咁樣，但其實我反而覺得係最重要啊。好，咁啊，問一個問題先。咁頭先講好多咧，都係一啲可能係考試之前嘅温習嘅計劃啦。咁去到考試嘅時候咧，或多或少都會有啲緊張嘅。咁啊，特別係今年啲中六同學啦，可能佢冇乜機會考模擬試。咁啊，真係去應考咧，就已經係即係正式噶啦。咁會唔會有啲 tips 分享翻你當年即係英文咁多份卷啊？有冇啲乜嘢即係考嘅時候特別緊張嘅位置，或者係我點樣去克服咧？咁或者係應考嘅時候有一啲要注意嘅地方？可以分享一下俾啲同學。咁就緊張就一定會係有嘅，尤其是即係2019年嘅 DSE， 如果大家有做過都會知道，其實可能reading 嘅 Part B Two 其實係都算我自己覺得都算係深嘅，即係比起我以前做開嚟講，同埋即係我都講過，其實我唔係一個話好識好多好深嘅 vocab 嘅人啦。咁所以其實做嗰篇咧，我自己係有少少嘅難度嘅，即係去到後面有一啲譬如可能即係去inferencing 嘅題目嗰啲啦，咁。
反而我就覺得自己在那個位置怎樣可以即放即稍微放鬆一點心情，就是要確保自己不要因為那些題目深，或者那些題目是自己未見過的，而你就即自亂陣腳，簡單來說。那我覺得就是一些你平時練開執到分的位置一定是要執完先的，尤其是如果你是 aim 合格啊，或者 set 的水平這樣。那至於如果是 aim 高分的話，那我覺得反而是即考緊的時候，除了不要那么紧张之外，还要是避免一些很 careless 的 mistakes， 例如譬如做 listening 卷的时候，我记得其实好彩的是我在那个他给我们即是看回卷的时候，即是 preparation 后面的时候，那我都是好彩有看回一些 part A， 因为有些原来自己漏了一些 plural 啊，即是漏了一间 S 啊，或者有些大细阶可能自己原来不记得了大细阶，可能抄的过程是比较即係趕，尤其是係即係剛才都有觀眾都話嚇，即係 task four 其實係真係越出好似越長咁樣嘅，咁嗰啲位置反而我自己就會係更加小心咯。好，咁先問翻阿大 Sir 先。咁頭先阿 Marcus 就提到咧，即係2019年做嘅時候 B2 咧，哇一睇個時候覺得好深喎，咁佢咁叻都覺得咁深咧，其他同學可能更加驚。咁真係如果真係打開嗰、那個例如 paper one 啦，睇到啲 reading， 哇好多字唔識喎，好多即係睇完之後都唔係好知佢講咩，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令到佢起碼都攞啲分補到個合格或者 level three 啦？我會建議首先如果你真的覺得那個文章很害怕的話呢，不要看個文章住，看看個題目先，因為看了題目先起碼可以呢就是有一個印象，就是其實它需要什麼的答案，你跟住再去睇翻文章咧，你可能咧會更加容易捕捉到咧，其實喺個文章邊一個位置咧係可以攞到嗰個答案。咁因為好多時其實嗰個 reading 嘅 paper 咧係唔需要真係明曬嗰篇文章講咩咧，你都能夠攞到個答案。咁所以譬如你就算唔識某一個字啦，某一個 keyword 咧，你其實睇翻上文下理咧，好多時都可以估到到底佢其實嗰個文章係講嘅咩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驚唔好睇嗰篇文章住，睇個題目先。好，咁啊，繼續問翻 Alan Sir 啦，咁啊，好多準備嘅，好似應該係咪有一啲 paper two 作文有一啲要注意嘅地方，可能作嘅時候要留意一啲架構啊？係。咁啊，不如都係睇翻嗰張 slide 先啦。咁就嗱，頭先提到咧，大部分同學揀題目同埋寫嘢嘅時候，過分著重題材就少著重嗰、那個即係寫作形式同任務啦。咁頭先有分享咗咧，即係嚟緊你一定要温嘅，即係 format 啦。咁不如咧分享一下咧，你嚟緊一定要研究同埋温習嘅寫作任務同埋形式啦，好嘛？嗱，咁喺張 slide 度咧就會有六項嘅，都係六項嘅啫。咁嗱，就我諗你就咁睇都知道嗰個係一個咩形式啦。譬如俾原因啦，俾建議啦，俾例子啦，描述你嘅經驗啦，講意見啦，同埋講好處壞處。咁呢度有六項嘅，咁呢六項温咗嘅話咧，你唔會冇題目揀嘅，加埋嗰幾項 format 去到即係温嘅話嚇，因為到時呢六項咧就會出一至三個 missions， 睇下到時題目嘅安排嚇。咁好啦，咁點解咁樣幫你 plan 咧？除咗幫你收集温習範圍之外咧，我仲 plan 咗咧嚟緊得40日啦嚇，即係由今日開始計嚇，應該得40日嘅啫。呢40日你每日温啲乜嘢啊？英文即係頭先朝同學都講咗，我哋一定要相信，一定要温書嘅，一定要不斷每一日都要温嘅。好啦，咁啊，再下一張 slide 啦，就係講咧我哋個 revision plan 啊。嗱，寫好明確喎，每一日作文一定要温嘅嘢係啲乜啊？呢個半月，咁每一日咧最好就10個生字啦。啊，咁嗰10個生字要熟讀喎，即係唔係話就咁有個印象，同埋揾啲自己本身識嗰啲喎。最好了解得透徹，譬如佢個詞性係點啊，佢啲 collocations 即係啲配搭係點啊，語氣係如何啊，或者前前後附近咧個語言嘅環境會唔會一啲 preposition 啊 ，ander 嗰啲嘢要注意啊，嚇，咁啊一日10個 vocab 咧，嗱你見到個 slide 咧，我都寫得好明確噶啦，就你考嗰日咧就會多咗400個，嚇，咁聽落去好理想啦，亦都好似好簡單做得到啦，但係你記住你真係要做，今晚嚇睇完呢個直播就好做噶啦。咁另外句型啦，可能一日温2個嚇，咁你亦都見到啦，乘翻40嘅啫。如果你真係每一個都熟讀嘅話咧，去到你考嗰日咧，你多咗80個句型，你到時咧即係靈活好多嘅寫嘢。至於我頭先俾嗰6個 formats 同埋6個寫作任務咧，你就一個禮拜研究某一個係點樣去即係書寫嘅
一個禮拜一個啫，唔過分喎。七日裏面，你而家都由朝到晚，雖然係好忙，但係都喺屋企啦，嚇努力咁樣温書。咁最後咧，嗰六樣嘢咧就識曬噶啦，應該理想地好。咁最後就頭先朝同我都講過要寫下嘅。咁但係我知道咧，要大家的起心肝，真係成篇文咁寫咧，真係好困難，係嘛？你寧願温一個鐘都可能好過作一篇文。咁我建議你就可能二月作一篇，三月作一篇。咁都起碼有兩次去即係一個完整嘅文章嘅練習嘅機會嚇。咁當然温得多少少書記先去作咧，就會更加好咁印證翻你之前嘅努力啦。嗱，你見到最後嘅結果咧，其實你喺呢個零月裏面多咗400個 vocab、80個句型、6個 formats 嘅知識、6個 missions 嘅認知，同埋兩次練習機會咧，我相信作文呢個好多人都覺得冇得進步嘅部分都可以有一個好顯著嘅進步。咁但係我頭先不斷都講呢個係好理想嘅，你會唔會肯做係靠你，唔係靠我哋在座嘅每一位嚇。有時候你父母都管唔到你每日要咁樣去温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幫到你呢？你要自己幫自己啦呢方面。明白，咁啊有个补充先，咁啊呢一个40日咧系假设咧我哋呢个考试嘅方案咧，方案一即系3月27号之前取消啦，但系3月27号之后嘅考试笔试咧系仍然举行嘅，咁啊但系仲有方案二，咁有机会咧就会褪迟4个礼拜，去到4月底24号先开始考，咁啊实际上嗰个日期咧下个礼拜考评局同埋呢个教育局会公布，咁但系站在我立场咧，预咗系40日先，咁如果真係褪後咧，哇多4个礼拜咧都係一個 bonus 嚟嘅，咁所以大家心態上邊都可能要調整一下。咁啊，講緊呢啲即係準備日程啦，即係時間啦，其實好多人好關心就係真係唔同嘅卷咧嗰、那個叫做分配時間嘅地方。咁我先問咗同學先，咁啊即係各自我係分享一下自己啲經驗啦。咁即係 paper three 啦，咁你自己嗰個時間係點樣分配咧？如果講緊卷三。係啦，考緊嘅時候。咁我自己我會 focus 喺卷三嘅 part B 嗰度啦，因為其實 part A 都冇得話點樣去睇嘅時間嘅。咁part B 嘅話，我自己覺得即係做嗰度咧，就係、是、其實就要睇翻個分先，因為以前就可能你話啊18 18 18咁一定係25分鐘一個 task 咁樣啦，即係好似即係用盡佢嘅話，咁但係其實有時都唔係喎，可能有啲 task 係23分，跟住有個係可能13分或者可能14分嘅啫。咁嗰陣時你就要自己諗下，究竟係要即係、就是、要自己去按翻個比例去乘翻個時間啦。咁同埋我覺得最重要嘅係即係就算譬如做最嬲尾啦，真係做唔切嘅話咧，真係做唔切啦。咁樣最後5分鐘嘅時候，咁我會建議做咩就係、是。其實因為而家尤其是一啲比較嗰、那個 task 比較少分嘅，譬如可能13分到，咁其實好多分都係佔個 content point 嘅。咁如果你真係揾到個 content 嘅，咁你就咁即係揾一句簡單嘅句子抄咗佢落去先，都好過你直情 blank 咗佢咯。我覺得咁另外就係、是要記住 listening 都唔好話遇到太問，即係唔好話諗住好 ideal 咁樣遇到即係75分鐘完成，最好留翻最後尾留翻5分鐘俾自己去做。proofreading 啊 ，check 下自己有冇啲 grammar 錯啊，因為除咗 content point 之外，其實另外一啲都係，譬如可能 language 啊，同埋一啲嘅 appropriacy 啊，或者一啲嗰啲嘅嗰啲分咧，其實可能係你只要有時靠 checking 都可以會令到你可以高到一兩分咯。好，咁啊，請阿大 Sir 講下 paper one 啦，個人意見時間分配。因為佢就有 part A 啦，即係有 part A 啦，同埋 part B 啦。咁即係始終 part A 咧係相對地淺嘅，咁 part B 咧就會深啲。咁所以你都視乎你揀，即係 part B one 咧，又 B two。咁因為成份卷就一個鐘頭個半鐘頭。咁我覺得大路咧其實咧一般咧都會係用半個鐘頭同埋一個小時，即係一個咁嘅分配嘅。咁但係亦都好似阿蕭同學所講啦，其實我哋都要留翻啲時間去即係做一個 checking 嘅。咁所以我諗即係留翻5分鐘，即係每一個 part。咁譬如話係 part A， 咁你25分鐘啊 ；part B 咁最多55分鐘啊。咁你都留翻少少時間去做嗰個 checking， 因為做個 checking 咧係真係幫到好多嘅。其實特別係譬如話頭先Alan Sir 啊，或者招同學都提過，咁其實有啲可能係好簡單嘅，即係 grammatical mistakes 或 plural 啊 singular， 咁其實已經可以避咗咧，就可能多咗幾分出嚟嘅。好，咁啊 ，paper two 咧，頭先講到咧，即係嗰個 conclusion， 咁啊寫得唔好，咁我覺得除咗體力之外，應該係個時間分配都好重要嘅。咁啊，應該點樣去分唔同嘅時間咧 ？paper two， 嗱，我諗 part A 咧就都唔好太過耐
咁但係都唔好太 hea， 因為始終咧 Part A 嗰個分數比例其實理論上係高啲嘅，即係我嘅睇法係佢 10% 係要你大概200字，但係另外一邊 15% 咧係大概400字。咁換言之，即係每一個字嘅含金量其實係高啲嘅嚇。咁啊，但係 Part A 咧，你又可以慳翻咧，就係揀題嘅時間，因為你都唔使揀㗎啦。咁我自己認為 Part A 係30至45分鐘啊，你都唔好話作得快快手咧，就少過30分鐘。咁因為始終佢真係值錢啲嘢。咁至於 Part B 就當然你話要幾多時間就睇下你剩翻幾多啦，就最起碼都要有75分鐘啊，至到90分鐘咁樣去寫噶啦。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就Paper Two 個時間分配咧就未必難到大部分同學，因為我好多時候喺啲市場啊嗰啲地方睇咧，最後最多人喺最尾時間有休息嘅嗰份卷就係 Paper Two。啊、但是这个也都是反映到大家是不是很充分地有效运用时间的，所以呢大家有时候就要 practice 咯，看看自己应该可以在哪些地方投放多些时间令到你那篇文更加好了。讲到最后的修正呢，我都很希望大家呢留意、很多老师都跟我的意见一样，起码都要 proofread 啦，但如果 paper 2我希望大家要做多一件事，就叫 polishing、啊、polishing 即是怎样，即是再润色回文笔，即係譬如你見到你 過分運用、重複運用同一個字好多次嘅，咁可以諗下有冇同義詞，或者好簡單啲連接詞，有時候你不斷反覆用都係考 refer 嘅，諗下有冇啲替代品，咁或者啲句型又可以睇下點樣修正。咁呢個咧喺 paper two 都好緊要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有預留呢個時間。咁啊，從啲讀者嘅問題，應該好多人都好關心 paper three 嘅，咁啊都可以即係各自講一兩個 paper three 嘅補充嘅一啲 tips。咁即係有啲同學就話：哇，原來 paper three 我唔知啊，原來要寫好多嘢嘅喎，又冇乜時間喎，點樣可以咧做得快啲咧？咁啊，先問下大 Sir 先 ，paper three 一兩個小 tips 咯。paper three 我覺得咧，好多同學做唔切咧，其實可能因為咧係知，可能譬如第一個 task 佢花得太多時間，咁於是咧就因為part B 咧其實一定有三個 long task， 咁如果你第一個 long task 已經係即係花到好多時間，咁你第二三個咧就會係拖咗，咁你就會係唔夠時間做，咁所以咧你其實都俾少少即係一個即係時間嘅分配，譬如你望到啊其實好似頭先 Alan Sir 咁啦，咁講啦，咁你譬如話預留咗譬如話係譬如話當一個小時咁啊，或者一個小時10分鐘咁樣，即係做三個 task 咁樣，咁你就將佢即係亦都根據嗰、那個即係嗰個比重啦。咁你分翻開，譬如話啊，你諗住第一個 task 嘅，我最多可以用到15分鐘或者20分鐘嘅啫。咁你就真係要望住個鐘嚇，就唔好俾自己花得好多時間，特別喺第一個 task 啊。咁嗰個時間分配咧就會相對地會好啲嘅。咁同埋亦都係真係要提一提留意一下就係嗰個format，因為頭先阿蕭同我都所講啦，咁啊 Alan Sir 都要提咗大家啦，咁就要温翻嗰個即係文章嘅題材，因為佢叫你寫 report， 咁你就唔好變咗一個 letter， 咁就唔好用一個即係 dear 跟住一個 greeting 咁嚟開頭，咁亦都唔好結尾就即係俾咗一個即係 yours sincerely 啊等等，咁咁嗰個format係真係要温書。好，咁啊 ，Alan Sir 都可以精點一兩個技巧 paper three 嘅。兩個啦，咁啊，一般嗰啲大家都會講啊。第一就留意一下你 take notes 嗰張 note sheet 最後一行係咪真係關你個 section 事？嗱，有時候咧，可能最後一行咧係 B1 嘅，咁你做 B2 嘅，喂，可以可能早一步去到做個 task 咯，或者反之亦然啦。咁呢樣嘢好緊要嚇，唔好諗住每一個 note sheet 裡面嘅 item 都係關你個 section 事啦。咁第二樣嘢就好籠統嘅，其實點解你聆聽做得咁慢？其實係因為你不嬲唔覺得呢一份嘢咧，由頭到尾咧係咁練咧係有用嘅。你係成日期待有個老師係幫你改，你先肯練呢份嘢。reading 係唔會咁嘅，所以你 reading 成日都唔會話做唔曬，但係聆聽咧成日唔練啫喎。咁你練習嘅機會就係考試嗰日，咁你點會做得快呢？所以記住喺呢個個零月期間咧，真係攞份聆聽，間完 point 之後再自己就咁寫嚇，寫一次冇人改唔緊要，就咁做嚇，做幾次，咁我相信都會幫到你。有同學問啊，你都係俾 tips 喎，係咪啊？有少少啊，我覺得listening 其實大家各位同學都要留意，就係唔係淨係考你 listening 咯，我覺得係考你一個 reading， 仲要係快嘅方法啦。即係譬如喺 preparation time 嗰5分鐘入面，其實你要係好好咁樣運用嗰5分鐘，揾曬啲
你要其實我覺得你間 point 嘅時候，譬如喺嗰啲 reading materials 嗰個，你間完之後，你唔係淨係話間咗關事啊算，你要間咗，你要 mark 埋究竟係邊一個 task。即係譬如有啲，如果你再係即係譬如練得熟啲嘅話，反而你自己其實可以再諗埋，其實譬如喺可能 task A 咁，佢係可能係你自己諗嘅 8.1 或者 8.2， 咁你 group 埋曬嘅時候，到你寫嘅時候會快手好多。好，咁啊有同學想問温習，我都繼續問阿 Marcus 啊。咁啊，佢話中六學生，可能中五學生都係嘅，即係佢話培養英文咧，係咪要睇 BBC 啊、RTHK 啊夠啊？即係你嗰個培養英文嘅方法，特別係喺即係最後嘅時間點樣去做到咧？我喺最後嘅時候，我或者講下，如果譬如喺 Form 5嘅時候先啦，因為你都仲有一段嘅距離啦，即係同 DSE。咁我覺得就係你可以揾一啲你自己有興趣嘅嘢，咁你就譬如用英文去睇。咁我以前就其實我自己比較有興趣嘅就係、一啲嘅時事啊或者新聞咁樣，即係、我覺得係可以睇下啲英文嘅新聞啦，即係、即係嘗試將自己有興趣嘅嘢，即係用你自己有興趣嘅嘢去學英文咯。咁你其實、最重要唔係除咗你係會學得快啲或者你會睇多啲之外，仲係其實你係會記得入腦少少咯。好，咁啊，時間所限咧，我都唔即係唔好介意啊。唔同一個問題咧，大家三個都問啦。咁啊，但我都想問下學校老師意見嘅。咁有啲同學咧，即係貴校就唔係啦，但係可能有啲同學真係好弱嘅，或者可能中文中學啦，咁啊英文好驚嘅。咁點樣可以令到佢冇咁驚，或者起碼有一定嘅基礎咧？如果是 在最後這段時間呢、我會試過一些啦，做 past paper、真的操、你就算同一份 paper 可能操一兩次、啊、操兩三次、啊、其實都沒有問題的。操完之後呢就看回答案，同埋呢如果你是一本即是考評局出的那本 past paper 呢、看埋那個 markets report， 因為那個 markets report 呢是會比較詳細呢，是每一條題目、那個命中率有幾高啲考生啦、通常都錯在哪裡，或者是通常那個弱點在哪裡，這些我覺得其實都會有一定的幫助。針對就嚟考試咧，即係市侩啲或者我哋講現實啲，好重要嘅。咁有啲同學咧都好現實嘅，就可能問一下 Alan Sir 啦，就會唔會有啲即係 tips 熱門，例如 paper two 佢問有啲熱門嘅題目係可以即係留意一下、準備一下咧？嗱，咁啊，其實我首先講有啲咩熱門之前，我都聲明翻先，大家如果用呢個心態去到應付嘅作文咧，係好唔健康嘅。因為到時如果那個的題目是不中，所謂貼不中，你又很怯的了。所以我剛才都堅持最重要是你的 format 很熟，同埋寫出任務是你是叻寫得，那他出什麼題目你不怕。但是我不講回有些什麼熱門題目，當然就落不到台了，都要講。那首先、你可以留意回呢、現在就我想沒有一科，即是通識我不知道，其他科都不會牽涉跟政治有關。所以呢，如果你在度諗啊，舊年有啲咩熱門新聞啊，跟住諗住去貼咧，係冇可能啦。咁反而咧，你可以睇下個社會嘅即係生活上有啲咩嘅改變。嗱、譬如電子貨幣啦，係未出㗎。咁唔知喺邊個 module 曬，你唔好諗住咧。譬如電子貨幣同埋即係一個真實嘅貨幣嗰、那個利弊啊，各樣嘢啊。一定是 popular culture 裡面，其實 social issue debating 咁都可以嘅，係嘛？所以我頭先亦都講過，唔好局限於個 module 生。咁 sports 方面咧，我自己都覺得咧，一啲可能運動政策咧都有機會咧係會要大家留意嘅，即係譬如會點樣去support 香港嘅運動員啦、啊，或者話點樣令到成個社會運動嘅氣氛啊會好啊嗰樣啦、啊。online shopping 都未出嘅，同埋咧其實大家留意一下啦 ，YouTube 啊或者話即係網上短片發布嗰啲咧，其實都冇話好明確咁樣係有一個專題出過嘅，咁大家都要留意啊呢啲就。咁如果你話social issue 嗰啲咧，亦都譬如節日商品化或者嗱、我唔好講話邊個 module 咋，好唔好啊？因為我都驚咧，即係大家如果嗰個題目出喺第二個 module 咧，你唔識變通嚇、啊。我繼續講埋咧，即係有啲乜嘢即係熱門題材啦。講到如果譬如喺工作環境上面嘅我自己覺得咧以往出過 customer service 啦，咁亦都咧出過呢、這個在主題公園做 cosplayer 啦，唔知道有冇印象啦，大家嚇咁、啊，但係咧好熱門，而大家咧就即係都咁嘅年紀已經可以做嘅工咧，餐飲服務同埋呢個旅遊業嘅一啲相關工作咧，係又係未出過，咁再加上社會氣氛都話好要關心，
餐飲啊、服務啊、旅遊業啊嘛，嚇、啊、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其實仲有好多噶，不如我分俾第二啲即係嘉賓講下先。大上有冇啲心得分享啊？我想有一個 topic 其實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其實是男女的在特別是職場的平等，因為其實也都有一些報告出過，就是其實現在女士呢其實那個人工都是低過男士，同埋譬如在辦公室餵哺母乳啊，即等等呢，那些嘅譬如在一個公眾場合餵哺母乳，其實呢個都是同個男女的平等有關的，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嘅大題目睇下咧，其實都有唔同 issues 可以即係再去即係去深入去探討一下。咁有同學就問 paper two 舉，即係雖然頭先 Alan Sir 就話可能個題目上邊未必同政治有關啦，咁但係可能佢舉例上邊會唔會有啲政治例子可唔可以用咧？可能我再延伸問，可能 oral 都有機會，即係可能講嘅時候一啲好有立場嘅嘢講唔講好咧？政治嘅例子又引唔引用好咧？咁你嘅意見係咩咧？如果你我都是跟剛才一樣，都是從考試角度看，只是看看那個觀眾群是什麼人咯，即如果我覺得那個平台是可能是 local newspaper 的，那你寫這些東西都沒問題的，但是無論你是什麼立場，其實你寫得偏激呢， 我暫時未看到有一篇什麼的文體是要求大家要寫得偏激，所以就算如果你真的覺得那個例子很適合的話呢，你都切忌偏激，因為這個就偏激就不是 formal tone嘅一個表現手法咯。好，咁啊有同學咧，可能佢本身水平好啲嘅，可能就想睇下點樣攞到五星星。咁即係問翻阿 Marcus 啊，趙同學，咁要攞五星星，特別佢就話：哇，點樣可以 get all the mark from all the point in the paper three part B？ 即係可能最難嗰啲點樣都可以攞到咧？可能佢我都攞唔到喎。有冇買翻自己份卷題？有啊有啊，就係攞唔就錯咗啲咩咧？冇啊Paper 3 啊，佢其實 Paper 3我覺得有啲位就係、是我唔會覺得係你要真係你要諗住究竟攞幾多分啦，而係你點樣喺你自己納到嘅嘢入面唔好再失分俾佢啊。即係譬如有啲叫你抄數據啊嗰啲，其實你唔好話漏咗個 percentage 冇抄啊，或者譬如到Paper 3嘅 Part A 啦，人哋個聆聽入面其實。有時講嗰啲 keywords 咧，可能你以為啊，求其寫一個就得，但係其實原來可能兩個都要嘅時候，咁我都建議其實你都擺埋落去咧。其實我覺得咁樣反而會係好啲。當然就唔好話啊，人哋問你嗰個 topic sentence 啊，連嗰啲咩 elaboration 全部刪開啦，咁啊冇乜意思嘅，我自己覺得。咁但係就尤其譬如 part B 入面，你喺 reading materials 上面見到嘅有數據嘅就抄下啲，寫低啲 exact figures 落去啦，即係唔好啊，譬如人哋55% 嘅，咁你。譬如你 more than half 之後，你就括住譬如55% 咁樣，而唔係就咁 generalize 咁樣咯。呢個問題我唔知答唔答到啊，但我自己八卦都想知嘅，就係、是、其實大約幾多分攞啲咩 level， 大家知唔知嘅咧？即係幾多分係咯？啊 ，Alan Sir 可以分享下。你意思係平？即係我想，即係係啦，或者係綜合其他卷，以你所知，即係可能同學有個目標嘅，想知道大約幾多分可以攞到邊個 level 嘅。其實咧份份都不同的，所以咧好多人都講咧作文嗰個五星星咧好值錢，因為作文五星星就真係接近滿分啦。咁令到佢個 percentage 咧，即係嗰25%裏面真係攞接近25%咁樣咯。咁但係如果你話 paper three 咧，我相信即係唔係話要滿分先可以五星星咯。嚇、啊，通常八成以上就可能進入嗰個有機會掂到呢個五星星嘅階段啦。咁但係你都唔好諗住八成以上容易攞到，因為佢聆聽 part A 嗰度已經有四個 task， 再加個 part B 扣下扣下，可能即係學招同話齋已經俾人扣咗嗰一兩成嘅分數，已經與星星係無緣咯。咁啊，問下大Sir先。咁啊，我想講作文。哇，作文點樣先可以攞到即係25分裏面攞25分？我成日喺度諗作文即係都係主觀㗎，或者係即係好難評定，即係唔似數學咁樣我答足就滿分，怎樣是為之一篇接近完美或者滿分的作文呢？有什麼地方要注意？哇，如果要去到完美呢，其實真的很少，滿分嗎？滿分呢？即滿分的其實真的很少，因為你講的不單止是grammatical accuracy 非常之高，而且你講的它用的 sense patterns 的 range 是很闊，還有個 vocabulary 的 range 都是很闊的，還有呢是它用得 很合適的，即譬如在個 style 啊，在各方面啊，它配合回個個題目本身，所以其實嗰個五星星咧，其實真係攞得到嘅話咧，係真係實至名歸嘅。咁
這個其實是真的、如果你慣了做 marker 呢一 mark 就知道是不是 Marcus 是不是五星星的這份十卷十 paper 哦，真的很難見 我自己門內行看個作文又分那個 language、organization 和 content 怎樣可以各方面都拿到高分呢？如果追求到真的完美五星星的層次呢就不是講 language 了，我相信因為那些同學通常都 language 你很難 mark 到他一些 mistakes 還有學大常所講他的 vocab 和、句型都很好，反而是個內容可能你真的覺得哇直情做 Marcus 看完都覺得有些啟發、哦啊咁啲駁論又哇，真係你說服得我好緊要喎、哦，咁樣噶啦。咁所以其實咧，我真係覺得嗱，橫掂你即係諗住攞五星星，即係唔係得個諗字嗰啲啦，有埋能力嗰啲啦，你都真係要好好地小心揀一條最適合你嘅題目，呢個係好緊要。雖然咁樣講係好籠統，但係呢樣嘢係真嚇。咁同埋有時候都講彩數噶。嗱、譬如如果個同學咧寫記敘文唔係好叻咧，可能喺舊年就會係喺 Part A。有一半嗰個校園回憶嗰個分數咧就麻麻地，所以其實一個想攞五星星嘅同學都要全能啊！如果唔係 part A 嗰度咧，佢出啲乜咧，你硬食嘅時候咧，你食唔到咧，咁有可能會有少少瑕疵啦。嗯，咁有啲同學就關注咧 paper two 作文點樣可以多啲角度、多啲 point， 咁可能佢平時作嘅時候都可能諗唔到咁多，即係唔同嘅方向去講同一樣嘢，點樣可以增加佢喺作文裡面嘅內容上邊可以多啲 point 咧？咁啊 ，Marcus 啊，或者邊位有啲意見啦？阿大 Sir 先啦，係啊。我好多時候我會同啲同學講咧，唔係由多 points， 其實作文咧唔係鬥多嘅論點，其實相反咧係鬥多嘅例子，同埋個 elaboration， 即係你去要演繹啊，去解釋啊咁樣。其實social issues 啦，咁譬如講翻即係呢一類嘅題目啦，咁你用一啲好實質嘅例子咧，其實係好 impressive 嘅，即係其實你個 marker 咧係好個印象好深刻。咁同埋咧，你越多呢啲係好實際嘅例子咧，你就越清晰地去闡釋到你自己其實個論點係乜嘢。咁所以唔係鬥多 points， 係鬥多 elaboration 同埋鬥多真係好好到好貼地嘅 examples。咁我覺得呢個先係正確嘅方向。咁我用第二個角度睇啦，同學嗰啲疑問咧，就應該係好恐懼咧，你到時真係一個 point 都諗唔到嘅，就唔係話啊，我有三個 point， 我想要多啲噶啦。咁其實我都會建議同學啦，如果真係乜都諗唔到嗰陣時，從三個角度睇下會唔會寫得到。如果三邊都寫得到咧，就仲好啦。第一就個人嚇、即係譬如你自己作為一個學生，你有啲咩影響啊，或者話有啲咩原因驅使你做呢樣嘢啊。第二咧就係、嗰個羣組，就成扎學生呢個羣組。嚇咁樣去睇啦。第三咧就係社會。咁你寫嗰陣時咧，就最好咧可能係由個人跟住先羣體，跟住先社會咁樣一路推闊佢，即係越嚟越宏觀咁樣寫，有個層次。因為頭先我哋都講過啦，你哋嘅 elaboration 係好緊要嘅，而 elaboration 咧係另外一個感覺咧，就係人哋睇落去嗰個段落或者成篇文係有個層次感，一路睇嗰陣時又非常清楚嚇。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用下呢個角度嘅。好，咁啊，我哋一路以嚟就冇乜讲呢个 paper four oral 嘅地方，因为唔知考唔考嘛。咁但我哋又系做最好嘅准备啦，都讲少少啦。咁不如阿 Marcus 讲下少少，即系你当时考嘅时候嘅一啲即系技巧，点样可以表现得好啲咧？paper four 我自己觉得就系、你要预咗，其实考嘅时候系同你平时喺学校练习系有都一段。即有一段的差距，我自己覺得，唔係啲對手都不同啦。其實尤其是係對手，因為我覺得 paper four 嘅小組討論，其實即係小組討論其實真的係好著重於你點樣 去應付或者 去 respond to 你嗰個對手，因為其實 response 呢樣嘢，我覺得是非常重要。其實睇嗰個 marking 入面都其實好多個 area 都是睇緊你究竟有冇 response 啊。可能譬如你有時你自己可能的英文水平是高的，那你出到去遇到一些可能不太說話的對手的時候，你要想，即是你要，其實現在這段時間你要去想一下怎樣用一個很禮貌的方式，或者是用一個可以幫到他的方式去帶領一個討論，那其實這件事才會令到你的 oral 會是，即是在一些的，即是除了你自己的 content 裡面，其他地方都可以拿到高分的位置。還有就，我自己覺得另外一件事是，都
幾重要的，就不要只是一味就係講 I agree with you 啊 ，I agree with your point 啊，乜乜乜乜，即係唔係話你同意人哋唔得，咁但係如果你有時覺得係有啲位置有保留嘅，咁你都不妨可以講，跟住你講下點解咧。就算你 agree 人哋都要講下，究竟你 agree 人哋邊一樣嘢，同埋點解你會 agree 咯。好，咁啊，一兩個 tips 啊，大 Sir。一個啦我重複翻頭先 Marcus 所提到嘅嘢，就係咧，當你預備呢個 writing 啊嘅時候咧，其實你係一併係預備埋 speaking 嘅，因為你預備 writing 嘅時候咧，其實你都會搜集一啲資料啦。咁譬如話係揾翻啲 issues 啊，一啲熱門嘅，咁你會有啲 keywords 啊，有啲 key points 啊，有啲 examples 啊等等。咁其實喺個 speaking 裏面咧，你一樣都係咁樣用翻出嚟嘅，不過就係用講嘅形式嘅啫。我轉化的問題問啦，咁除咗一啲同學比較弱啲嘅時候，即係 oral 嘅對手弱啲，要幫佢。咁如果有個人喺個 oral， 我假設，佢完全講嘢錯曬喎，完全咧唔知佢講咩喎，咁點算好咧？面對啲即係可能係完全失控咁樣。其實個評分又唔係睇嗰個你講嘅説話嘅事實嘅真確性，最緊要睇個溝通技巧。咁所以我諗，如果係嗰、那個。遇到個咁嘅人嘅話咧，最好就可能禮貌地回應一下，話可能即係你嘅意見都應該接受尊重嚇，然之後再自己講翻自己嘅即係睇法啦。咁同埋就如果見到啲多嘢講嘅同學，就睇下佢有幾多嘢講啦。咁如果適當時候，如果見到都差唔多咧，你即係禮貌地插佢嘴都係需要咯。同埋今年咧，大家都要注意一樣嘢啊，即係就算考都好啦，今年嘅 speaking。你哋群體上一起去練的機會冇以往咁多噶，肯定，甚至係冇啊。係啦，點算好咧？點？所以你都要係諗下啊，一個人啦，咁你點去練？嗱，起碼 part B 就一個人可以練啦。咁另外啦，如果你話discussion 咧，你點樣做個 introduction 開頭，你又可以自己講。轉話題又可以自己講下。咁同埋每一個話題可能講一個嘅即係 point， 又可以自己咧去到講一講。最好如果有一啲師長啊，係你可以同佢分享意見咧，你錄片或者錄音俾佢，跟住叫佢評價下都得嘅。不過你就即係要放開咯，唔好怕醜，同埋錄幾次，錄個最好俾人睇咯，錄你最真一面嚇，跟住叫人哋俾下意見都係要噶。咁今年係特別啲，大家都要將就下。大 Sir 點樣俾啲 tips 呢啲要 one oral 又未必有機會即係同場同啲同學仔真係一個模擬真實 oral 嘅情況咧？我哋而家學校都 explore 緊咧，就用呢一個 meet 啊，同埋即用 zoom 啊。咁其實即係除咗可以用嚟做課室之外咧，其實都可以用嚟做 discussion 嘅平台嘅。咁試下上網，即係大家用開樣又得，唔開樣又得。咁總之就係開個 meeting， 咁大家四個人咧就大家 agree 咗話啊，我做2019年嘅譬如 set three 咁樣，咁就已經可以即係做到個練習嘅啦。有同學問呢個時候咧，我唔知係咪呢個時候啊，即係英文科其實需唔需要精讀嘅咧？有冇買精讀啊、補習啊？我自己就冇嘅，但係就我會覺得係你而家應該要將，我覺得其實而家嚟諗精讀係可能會有少少遲，反而而家係你應該要諗下究竟你自己學咗啲乜嘢係好重要，係其實嗰啲嘢因為屬於你自己嘅嘢先啱你用嘅，跟住你應該要自己再整理做你自己嘅 notes 咯。我覺得呢樣嘢先係最重要啊。使唔使買精讀咧啊 ，Alan Sir？從我立場就一定要啦，當然，但係咧，即係公道啲講，公道啲講嘅話咧，就係你邊一科喺度諗佢使唔使精讀咧？咁即係係咪代表你諗住放棄或者 hea 一啲去，即係唔係好攻嗰科咧？這個心態就其實唔係咁好嘅，應該科科都應該要精讀嚇。這個係真係你呢個階段根本你科科都要搏老命去讀噶啦。好，咁啊，有一個同學的問題嘅，咁佢特別講啊，中文中學咁嘅同學點樣英文科攞高分？咁雖然佢括住就無論程度高中低啦，咁但我假設啦，假設可能係中文中學係平時弱啲，即係可能弱啲同學點樣可能都可以有一啲有啲方法，有啲位置可以都現階段可以掌握到，然之後個分數都可以高翻啲，或者攞到合格咧。弱啲嘅同學嘅一啲補救方法。我諗都係分 paper 啦。咁如果你話 paper one、paper three 嗰啲，即係有 past paper， 我覺得都係即係最
喺 last minute， 我覺得都係最方便嘅方法就做翻 past paper。咁但如果你係 writing 嘅嚟講咧，咁我諗譬如 two 好似頭先阿 Marcus 或者 Alan Sir 咁講，咁其實我哋都即係會揾一啲即係比較熱門啲嘅 topics 啊，咁我哋去做一啲嘅資料搜集啊，咁其實嗰啲都可以係比較 last minute 咧，我哋可以即係儲料啊，咁我哋做個資訊包啊咁樣，咁或者係已經譬如喺學校裡面老師有同即係啲同學即係做過一啲嘅譬如一啲嘅 topics 啊咁樣，咁佢已經可能有曬展報啊等等。嗰啲做過嘅溫翻咯，咁呢都係可以比較快啲。哦，有一個題目我遺忘咗問，我都問翻 Alan 先，就係即係可能 paper two paper three 有啲作文嘅地方，點樣可以掌握到個篇文嗰、那個佢話個通咧？即係可能係個模式或者可能個 format 咯，係咯。其實真係format 咧就一般都畫公仔畫出腸寫明噶啦。咁若果你一定要係好明確咁睇到個 format 嘅話咧，就 paper three 就喺個 task 側邊已經寫咗佢係咩 format。咁如果 paper two 咧，就佢 write 就乜乜咧，佢已經係 write 後面嗰個已經有個詞語噶啦。但係如果你話個通咧，就正如我頭先一開始個講解一樣，最緊要睇個觀眾群嚇，即係我哋有一句説話叫對人就講人話，對鬼又講鬼話啊嘛。咁所以咧，你一定要留意埋個觀眾群，同埋留意埋中間內容段由第二至尾二段都要持續住個語氣，唔好淨係頭同尾嚇。咁呢個我諗係最好嘅辦法啦。哇！原來個時間已經去到3:07啦，咁啊我會再問多幾條問題嘅，咁啊希望可以盡量幫到大家啦。咁有啲同學就可能話：，呢個時候咧，操邊份卷咧係最有效去提高整體嗰個英文嘅 level 嘅。咁會唔會即係真係一份卷？你覺得而家操嘅操邊份好咧？阿 Marcus 分享下。如果你話提高嗰、那個嗱，你嘅 level 講緊嘅係如果你係整體成科英文科，咁一定係 listening 卷噶啦，冇得講。我自己覺得咁，因為你 listening 卷係佔最大嘅 percentage 啦。咁但係我覺得反而如果你話係提升，如果係嗰個 paper 嘅 level 咧，又未必係 listening 喎、即係提升嗰個 paper 嘅 level， 邊份最容易升？作文可能係都比較，即係如果你話要提升個 level， 即係除非你話要五星到五星星咁，呢、這個真係我覺得作文就冇得講。但係如果你話由四到五啊，或者五到五星咧。反而作文係，我覺得係有啲機會，譬如包括係你寫多啲啦，自己可能做少少，即係寫完之後做少少修正啊，自己諗下究竟嗰份作文入面有啲咩地方自己係可能做得唔夠好，或者有冇啲咩好少少嘅字，即係正如啱啱Alan Sir 都講，譬如你 however， 咁你可唔可以用其他字咧？譬如 nevertheless 啊，或者其他嘅字你可以代替咁樣都可以係去做到。係，大 Sir 意見咧，即係邊份卷最值得呢個時候操，或者冇乜時間之下操係最抵咧？我同意 Marcus 所講，其實作文咧係最容易有個進步嘅，即係喺短時間之內，只要你即係好彩啦，特別係好彩，即係如果你即係預備咗一啲嘅資訊包一啲嘅即係一啲嘅材料，其實喺個考試裡面出翻嗰個 topic 或者個 issue 嘅話咧，咁其實你嗰、那個能夠即係提升到嘅機會。Alan Sir， 我都同意是作文的，但是大家真的要持之以恒，每日都要温，可能真的放一至两个钟下去，其实另外我自己觉得 reading 都不是没得进步的，因为 reading 呢就会大概有10至15种题型到，我当你每一种题型，不要说进步一分，一种题型进步半分，你最后可能得到可能有六七分的进步，嗰度已經可能幫你升到一個 level 嚇，咁呢個都係大家要努力嘅。好，最後兩個問題，咁啊有啲同學就話嗰、那個reading listening 揀 B 一 B 二點樣揀好？咁啊阿大 Sir 講啊。我覺得最值得參考的就是平時在學校裡面其實做練習或者是做自己 internal exams 的時候，其實你譬如一向的表現是怎樣，我有時再問老師，其實老師都可以看得到其實個同學其實他屬於是似 B1 因為似 B2 的多，我覺得這兩個方向都可以走一走。是，那 Alan Sir 比較實際一點的方法大家參考啦，如果 paper 1呢，你的 part A 拿到大概24-25分呢，我覺得就在 part B 可以選 B2， 直播率高的，因為如果你在 part A 拿到24-25分左右，你 part B 只需要14-15分左右就拿到個3了，那可能你不止14-15分就更加好，所以呢 part A 24-25分左右拿不拿到，還有當然做完之後剩下多少時間，如果你剩下太少的都選拿不到10多分，都要看這件事，
至於你話 paper three 咧，我自己覺得最緊要真係睇你閱讀嘅速度加書寫速度，就唔使考慮個聆聽速度嚇同埋聆聽能力，因為聆聽無論 part B one 定係 B two 嗰個影響咧，唔係太大噶喺 part B 嗰個部分嚇、啊，你會見到大部分嘅 points 咧喺 data file 度係揾得到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嗱喺呢個零月裏面，你做好幾次聆聽練習，你睇下你會爭幾遠先可以做得曬。在限時之內，如果你話哇，我仲爭成半個 task 都完成唔到嘅，咁你揀 B two 都無謂嘅嚇。咁、啊、你一定要睇下你係咪真係做得曬咯。我雖然話兩個問題都想我追問，咁頭先講就要提升嗰個閱讀嘅速度。咁點樣可以提升呢？即係或者有啲咩技巧令到佢真係考試嘅時候睇啲 data file 會快啲咧？Alan Sir， 第一我就執翻阿戴 Sir 口水咩？要做 pass paper。咁你做得多咧，你自然知道咧，佢通常咧佢嗰啲 points 咧係點樣去演繹出嚟嘅喺個 data file 度嚇。咁、啊、你工多藝熟嘅，同埋咧一開始佢譬如一個 task 點樣分段咧？雖然而家係好多變嘅形式啊，但係如果你真係肯研究翻咁多年 pass paper， 佢通常分段係用咩形式呢？你到時就可能睇個 instruction 已經 feel 到啊，佢今次想咁樣考我嚇、啊。好，咁啊，最後一個問題啦，咁就係睇下有冇一啲地方未補充想補充啦，同埋我哋都希望可以俾一啲鼓勵嘅説話俾正在努力辛苦緊準備緊英文科嘅同學聽嘅，咁啊，先由 Marcus 開始啊。咁都知道其實大家即係近呢大半年嚟啦，都已經即係都唔係好容易去捱過嘅。咁但係我相信其實可能你哋呢一屆真係雖然係經歷咗咁多嘢，但係其實反而可能對你哋去準備呢個嘅文憑試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可以話係一個推動力嚟嘅。即係可能你反而你會覺得啊呢件事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咁大件事嘅啫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係嚟緊呢一個月嚟講先不要理他究竟用 plan， 即是第一个 plan 定是第二个 plan， 都要其实准备定是最近即是他准备定他 plan 1那个的考试先。那我觉得是都是继续要 keep 住练啦，这样那也都我觉得是语文这科其实是对于一些即是高水平的同学来讲，其实你一直以来你自己的储起的东西其实是一定你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只要你呢段時間你再做多少少練習啊，再温翻以前你少少做得有啲咩做得好，有啲咩做得冇咁好嘅地方，跟住再加以改進嘅話，咁其實大家都會一定都會考到一個你自己理想嘅成績嘅，咁大家加油。好，咁啊，戴 Sir 嘅一啲鼓勵説話同埋一啲補充。最緊要有信心啦，因為好多時候考試其實成功與否咧，即係實力係喺度，但係好多時候你個信心即係可能會更加重要。咁只要大家抱住一個信心，就係話我盡力考就會得㗎啦咁樣。咁成績就等考完曬先再諗。好，咁啊 ，Alan Sir 嘅一啲提醒啦。每一個同學對自己成績嘅期望咧，都係喺佢能力之上嘅一個 level。即係當你聽到嗰個同學話我其實好想攞 level four， 佢肯定係 level three 㗎啦。你即係同佢問書嗰陣時，我想攞 level four， 咁你而家係咪 level three？ 佢一定話係。咁但係啦，你諗翻呢個目標啦，其實你爭一個 level 嘛，嗰、那個 level 離你幾遠咧？其實你睇翻個分數唔係太多。如果你仲係覺得有個概念係英文靠平時嘅話咧，就好大鑊啦。因為你平時就係 level three 嘛，你話英文靠平時，你呢個幾月就係用呢個少少嘅分數，可能每份 paper 係爭五分到5% 到，係去到追。而我哋真係有好多方法去追啊！每一份 paper 當然佢有當中固定嘅一個心得啦。咁若果你都冇呢個心係諗住攞一追嘅話咧，咁跟住落嚟咧呢個幾月你將會荒廢噶啦。同埋當然英文咧，我成日都話即係嗰、那個即係我講低啲嘅成績嗰方面啦，就分三種嘅前路啊嚇。我相信五三咧就最清楚啦。Level two 就文憑或者其他升學途徑噶啦。Level three 就 JUPAS 係有資格，而科咧先係可以。是港大或者某些特殊的科目，所以這科真的很重要，但很多同學在最後階段放棄的或者說沒那麼溫的都是這一科咯，真的很奇怪這個心態，希望大家改變這個心態。
明白啦，咁啊时间有限啦，同学嘅问题咧好多好多啊，咁我哋都冇办法一一去讲解啦。咁啊，希望今日我哋少少时间里面嘅一啲即系提问啦，一啲讲解啦，可以帮到大家咧喺准备 DSE 上边咧就多啲帮助。最紧要系个心态上边咧，就觉得哎，我哋其实好多人系支援紧大家嘅，因为其实各位嘉宾咧即系要嚟嘅时候都系要冇一定嘅风险啊，可能会受感染啊，咁希望唔好啦。OK， 咁啊，我哋除咗今日英文科之外咧，其实下个礼拜咧仲有两个时段去讲翻其他两个一个啊即系必修科嘅，咁啊分别系下个礼拜二同埋下个礼拜四。下个礼拜二咧就同样系两点半到三点半咧系讲解数学科啦，去到礼拜四嘅时候咧就讲解通识科，同样系两点半到三点半。咁啊，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收看，希望我哋学友社咧嘅活动可以帮到大家。讲多一个先唔记得咗，就系如果听完之后大家有问题想问，无论系一啲升学嘅资料或者系情绪辅导上面有支援嘅，其实我哋嘅学生专线咧，而家系运作紧嘅，咁啊同学可以打嚟25033399。除此之外，其实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渠道咧，系帮到大家，例如 email 啊，或者系唔同嘅一啲网上嘅资源咧，可以大家参考嘅。咁我哋做咁多嘢咧，都希望可以支援到今年 DSE 嘅考生，令到大家可以顺利考试。咁啊，多谢各位。